拍手。没有 Q 我这狗啊！来啊！今天终于要拍我们《老妈玩环游世界》的第二集了。没错。那因为要环游世界，就是有大家一定要住在船上，因为你不可能出国，然后你要到处去住旅馆。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让大家来体验住船上到底有什么感觉。现在来了一位我们今天要住宿的客人，他也是我们的教练，女教练之一 ，Willa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他刚刚赶场，我们现在时间是晚上10点钟，然后他才刚到这边这样，然后还这么漂亮，真的是很难得呢。是薇亚之前应该很常住船上，对，蛮常住的。啊、但是双体船有住过吗？从来都没有，从来没住过。非常期待，我期待从这边滚到那边，再从那边滚到这边。然后单体就是只能滚一个地方了。但你的沙发只有可能滚一边就下去了。对，我今天只能滚这边，所以就是可能明天在海里看到我就记得把我捡起来。捡尸，捡尸，加薪码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为你介绍我的辣朋友们。摄影师屁股。噔，请把镜头移交过去。对。很好，他叫妹妹。有后面有一个变态，奇怪的大叔吗？不要介意，毕竟我们的美是可以遮盖掉他们的。对，妹妹是我国中的好朋友，到现在这么久了，她身旁就带了一个男人。对，教主，这是晕船主的，来自我介绍。我叫菲菲。对，他叫菲菲。浅显易懂，我们这边晕船主的都坐在一起，看到了吗？对，我们这边是享受生活组，那今天就是带他们第一次来体验船宿。那重点是我们还想看看，就是情侣今天在船上到底会怎么样呢？我挑一个简单的给摄影师，给摄影师摸。哎、欸，这个摸一下，看你摸出来。简单、啊。听说你家也是麻将世家，几桶快点啊，凶哎、欸，哇、哦！拖台前了、哦，来，等一下，我让观众看，然后你来讲，你讲答案。好，你猜是什么？我都看到。白痴啊！对啊，好厉害！我忘记镜头在那边。一群怪咖在船头打麻将。发啦！这一条没看错吧？可以的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觉得这一次可以。屁嘞！哇！流浪者让手扶。来啦，我们的奖励与惩罚开始喽！好想要看情侣拉锯。你要不要先回家？耶！在场只有一对情侣。有这个啦，哦，一个耶，两个。哎，可以耶。嘴巴哦有。哎，你要紧张哈点。哎有哎有，感觉怎么样？讲一下感想。没感觉，没感觉，上不去呢。不好哎，他女朋友在这边，好香啊！太香了吧？他去脸颊还好吧？应该不会亲吻你们就不是姐妹了吧？他都不介意，我是不介意。好来，他介意，我去，被打枪。没关系啊，今天他不亲我，改天我会亲大家的。现在水箱加满530公升，然后测试一下六个人洗澡会花多少水。我们刚刚五个人洗完澡之后，花了1/4，大概130公升。然后有人不洗澡，没有，我是要怕大家没水。我们等一下要干嘛？讲一下。我们等一下要秘密突袭。首先，第一个是突袭关颖的房间。如果他睡觉不穿衣服怎么办？那大家都赚到了。哎，那个贵男朋友不要当真了，我们开玩笑。他如果不穿衣服，我们会马上下跪，马上把记忆卡烧毁。开玩笑的啦，跟着小姐姐一起去突袭刘冠莹。我自称小姐，小姐姐没有是小鸡鸡的意思。敲门吗？要敲门吗？突袭要敲门？好像不用，他想自己帮我们开。哎，错了，不开，完蛋，有人自锁。哦，我快往上抬了。哦，对，刚才往上抬。高中啊？干嘛？啊，没有，我们主要来想要问一下，你刚刚有洗完澡吧？有洗吗？有洗吗？有啊。那你觉得洗澡在船上洗澡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好香啊！号称151小巨人，你觉得？小巨人，你觉得就洗起来还是有点小，是不是？就是可以啦，就要很小心，因为我刚才那个毛巾就掉下去死掉了。那是你自己奶油。
对啊，因为就是对啊，空间比较小，比较容易勾到。可是我觉得整体来讲还算蛮舒适的。还 OK。好，你看现在 OT 吗？现在没有骗人哦，1:18哦，不是下午哦，我们现在是半夜1:18，给大家看下窗外。不认真。哎，我们那个团队真的是为了大家牺牲奉献。对啊。哎，我们都不用睡觉的，我们24小时，明天继续白天继续上下去。哎，我们没有这么不人道，我们还是会补假，好不好？补假偶尔一些什么吃吃喝喝的东西。但会剪进去。但又会剪进去，他是乱剪，哎，他带风向啊，这个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OK， 晚安啊，拜晚安。我想要问你们，就是刚在船上洗完澡了，虽然可能空间不是很舒适、啊、但洗完澡的感觉是什么样？洗澡当下的感觉，就跟在外面洗的感觉是一模一样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是，就是有点像在飞机上洗的感觉，然后晃来晃去，还蛮舒服的。你看，其实三个人也很 OK， 欢迎就是带小三也来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对，然后小四可以躺旁边，小四躺旁边，小五躺厕所，小五躺厕所，哇哦，我一个烂座位啊，好了，他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开始了，好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好害羞哦，你是不是觉得不该躺下来？对，我觉得好害羞，好像先该离开了，我觉得我被闪光，好了，闪光了，办事了吗？10:30再来哈，拜拜，害羞死人了。出事了，随时上工，还要冷死，我没有半件外套可以穿。我半夜起来，然后干倒遍整客厅没有完。然后我也把我的吊嘎再穿进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多冷，本来拿来遮太阳了，结果先穿起来。然后你看，我还拿这个 Zara 来遮我的脚。我昨天让地上把我自己包起来。好悲伤啊！你昨天睡了一整个晚上，感觉如何？好不错啊，可以看海景，可以看海景，然后还不会晕船，然后现在在那边开吃，非常好，欢迎下次再来，过得很舒适。啊，我昨天晚上半夜大概好像12:30的时候，觉得有点晃。12:30，我们不是才放下去吗？对啊。你们有做什么事吗？没有。你可以去检查。我要检查什么？没有卫生纸哦。没有卫生纸，你可能吞下去了。干了吧，我们才播出吗？你有睡着吗？没有睡好。没有睡好。没有睡。一直醒。对，一直起来调冷气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原来是你在调、啊。所以是太冷是不是？太冷，然后想说那就调高一点，然后换又太热。高一点。调低一点又好冷。冷，就这样一直调一调，看我还拿我自己的外套在那边盖。真假的、啊？因为大家都很冷。对啊。啊，上课，好热哦，谁穿凉件啊？哦，这个也是深蹲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们从昨天下午就一直待在船上到现在早上，已经大概过了16个小时。然后我们在船上吃喝拉撒睡，甚至还有烤，然后还有跳海，就什么都玩到。就其实移动城堡好像真的什么都可以，真的可以自给自足，我觉得蛮棒的。然后我来做一个结论，其实住在游艇码头边，其实算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，因为岸上可以接岸上的水电住，就是水跟电其实不用太担心。那假如说以后我们要到海外锚泊住在海上啊，或是航行中住在海上，可能就没那么舒服。所以其实大家这次来船上住宿，其实已经是比较舒服的状态。但是其实跟陆地上比还是有点差距，所以其实我蛮惊讶，就是他们第一次来住宿的人觉得哎还蛮舒适的，虽然就是船上的空间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小一点，就是比较局限一点。但是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，就是跟陆地上有太大的差异，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冷气太冷啊，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问题。好，大家请期待以后我们到更多地方去做船宿，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就是会偶尔会开放一些名额让大家来体验，还蛮特别，就是可以真的体验到帆船生活，住在帆船上是什么感觉。 OK， 拜拜。好爽。